长跑多年，先前经历纳豆生病也让两人彼此的关系更加坚定，也常会在网上和粉丝分享互动日常。但日前依依因为工作，虽连续忙了两天，累到连讯息都快没力气回，因此她也特别发文表示自己看到私讯有超多个问题，但她用意志力回了几个就不小心睡着了，因此特别和粉丝解释等她工作完会认真回复，请求大家谅解。没想到动态才发布两个小时，但晒出另一则动态透露，纳豆在她工作的地方悄悄送上探班惊喜，纳豆拿着热咖啡在大楼底下等依依，看到女友后便开始俏皮转圈圈，贴心小举动让依依瞬间融化，并害羞笑说：“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他了吧？实在是好闪啊！”